有一段时间非常紧凑，连续一个月天天都能收到信，天天都能收到。安娜就是从大学开始是校草，清北他只是把菜煮熟，就是最简单的，大家都会。但是如果要把料理做得很好吃的话，还是你要在我这里才尝得到，不可能，我没做过这个。怎么敢有人把我当做备胎，都把我放第一位了，好吧？那除了我肯定没有人啊。如果敢说第二的话，就没有人敢说是第一位。